玉里扶轮社带领着北区有三峡、芦洲、头城、新北等七区的扶轮社来到玉里镇送物资给需要关怀的关怀户，有十户，要在过年前让他们感受到温暖的爱。玉里扶轮社带领北区有三峡、芦洲、头城、新北第七区等扶轮社来到玉里镇送物资给需要帮助的关怀户，总共有十户。好在过年前夕感受温暖的爱。他们没办法谋生，都靠救济在生活。是，我今天很感谢他们来，我代表那个王地长先生感谢他们。玉里扶轮社长表示，这次能够与来自北区的各个扶轮社伙伴一起来做爱心，非常的开心。这天伙伴们坐上巴士，总共有30几位，非常浩荡，也感受到每一位伙伴的善心。大家一起来做一些捐赠的社区服务，然后把每一个力量集中起来，然后变成比较团结、比较有力的力量，一起来给这些需要关怀的社区民众。玉里扶轮社主动关怀需要帮助的民众，捐赠物资，集合其他地区的力量，协助需要帮忙的家庭，让清寒家户感受社会温暖，并且表达各界关怀慰问之意。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。